上大拜。这个是第五 A 到第五是吗？不是，这是一个编排的原则。好的。第一轮，一二三，一打零，零就是轮空，二打五，三打四。对。这个叫做逆时针旋旋转法，编排里面每一轮都这样走的。好的。一号位不动，其他的朝这个方向走。好的。往这个方向走，往下走，再过来这样走，转着你看，零。一二在这儿，下一个到这儿了，顺着转着走的，一号不动，就这样的。这也是体育编排，就这样编排吧。现在这个在这里还要找的，下边还要找一个五到八，要找一个这个到这里跟你争这个不是打的吗？这儿就是五到八，出来一个打这儿，好的，一到四的，所以一到四现在休息了，等这儿等这儿打完再来打。明白，谢谢你啊。